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15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染疫康复后的分享，还有老师讲解经络穴位阿是穴原始痛点。老师，那我们先放一段志工染疫然后用原始点处理康复之后的一段分享。好，我们现在先播出这一段。尊敬的张医师，基金会的师兄师姐们好。最近疫情肆虐，我们又频繁接触很多的洋人，虽然之前也尽量做一些防护，但太多了，所以我和义工们也都相继中招。下面呢，我要把我和义工们从开始防护到中招治愈的过程跟老师汇报一下。从2022年12月27号开始，我全身开始莫名其妙的冒汗，不分昼夜，头发也总是湿漉漉的。这时候呢，是没有任何不适感的。到12月28号上午，在匆忙出门时，忘记戴紧口的帽子。我们北方是非常寒冷的，因为头部一直冒汗，被寒风一吹就有些轻微疼痛。当天晚上两只眼睛的部位一直深入到脑中心的位置也开始剧烈疼痛。12月29号疼痛明显加重，眼睛呢也不愿意睁开，因为睁开眼睛感觉很累，眼睛也疼，体力迅速下降，特别的乏力，而且没有食欲，没有食欲又会感觉又饿得很厉害，就是这种矛盾的感觉，到饿得发抖。今天呢，我一共吃了五顿饭，每顿饭都是一大碗粥，干姜片一斤装的，分成三份，外加一两红参，煮成浓姜汤我全部把它喝完，非常的难受无力但是我想的是坚持不趴下，所以呢还能在屋子里边跑步干一些家务活只要休息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在热敷。电热毯我用两个，开到最高温用两个就比用一个要热很好多。然后头上戴着电帽子，还浸暖水袋，用开水灌的暖水袋，还有十多个暖贴，分别贴在就是感觉发凉的地方，头部啊，前胸后背。到了晚上，我发现我的感知出错了，因为电热毯呢跟没插电似的，灯看着是亮的，感觉不到热乎。开始我以为是电热毯坏了那么热水袋是我自己用开水灌的，一摸也感觉不到热，感觉病毒还挺厉害的，能让感知出错真是不能小视了。我的手腕一撅一撅的疼，我就把手腕放在热水袋上，几分钟便不疼了。虽然没感觉到热，但我知道是热的就能解决问题。这一夜呢也没怎么睡，因为太冷了。
感觉非常的冷，冷得发抖啊，太难受了。一会儿喝一遍姜参汤啊，一会儿就灌热水袋，越来越没体力了。突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发现脸色铁青暗灰色的，就像挂了一层灰一样。到12月30号，无论如何努力也是起不来床了。今天是最重的一天，浑身难受，特别乏力，还发抖所以呢我感觉到是到重病了一丝力气都没有，感知也不对，就是任何东西感觉不到暖流汗呢更多了全身都湿漉漉的。今天呢吃了三顿饭每餐都是一碗粥，姜参汤同等量的，跟昨天一样继续喝。因为起不来，也就一直在床上热敷就是力度蛮大的那种热敷都很热的。傍晚突然觉得要吐，我使足浑身力气直奔卫生间，因为这个动作自己都不能完全完成是在义工的帮助下，跪在地上扶住便桶，胳膊都在发抖满身满手都是汗。我原以为我一定会吐得昏天黑地，随之只是呕了两下不是干呕，满嘴都是水，也没吐什么东西。两分钟的样子，突然感觉要腹泻，因为还伴有腹痛，所以急忙坐下来排便。那排便是正常的，并没有腹泻。这两下可折腾的，更没什么体力了。晚上呢继续热敷头部眼部那眼睛呢不愿意睁开，很疼，我就用浓姜汤，经常浓姜汤冲洗，疼就洗就是一直这样做。浓姜汤洗过眼睛之后呢疼痛的感觉就会改善，再疼就再洗，就这样一直做。今天有个特别的，就是感觉这个姜汤的味道特别特别难喝以前也总是经常喝姜汤的，但是从来没有感觉的这么难喝非常非常的苦脑海当中呢总是浮现出各种水果饮料总是有这种影像出现当有这些水果饮料的影像出现时呢，我就让自己马上拿过来姜汤喝一口，那姜参汤我就喝一口。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是体温刚刚开始提升的关键时刻可能是体温在逐渐的恢复，所以我一直在大量的补充外内热源，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能量，身体一定能够自我修复的这个认知呢我们是一直就是有这样正确认知的，所以理智一定要战胜欲望。今天呢我的痰比较多，鼻涕也多痰呢是浓状的，就是像脓血一样的，就那个粉红色，舌苔火辣辣的牙龈呢都也出血，而且呢就是齿痕就是在我腮的两个腮的内侧，这个齿痕呢得有一星期才消失。咳痰时嗓子有点疼，咽口水的咽口水吃东西的时候呢不疼，但能感觉到嗓子里边呢好像有东西应该是有点肿吧。今天呢就是全天呢只有小便才一次尿很少，全身还是无力
到12月31号，这个感知回来了啊，就是知道热的东西是热的了，能感觉到啊有热的东西了，体力呀、啊、恢复了40%，脸色呢从由青灰色啊变成苍白的了，啊，相比昨天的暗灰色已经好了许多，正常干活啊，就是家里的家务活啊，还在家屋里边跑跑步啊，这个全都可以，适当运动啊，外内热源呢不减，因为食欲啊，没有食欲，食欲没有恢复，这时候呢没有食欲，我也不勉强吃，吃了2顿饭，一顿一碗粥，这几天来自从被感染了。这几天呢我的主食就是一直就是在吃粥，愿意想吃什么粥就做什么粥，反正呢每顿饭呢主食就是粥，完全没有要吃菜的想法啊，就什么菜都不想吃，有时觉得太淡就吃一点小咸菜，只要休息就热敷，今天呢汗也少了很多啊，头发不再湿了，手背还是挺潮的，而且凉飕飕的，鼻涕和痰都少了，尿也很少，一天就1-2次。今天是2023年1月1日，新年新气象，万象更新。早上醒来就感觉神清气爽的，啊，皮肤不再发潮，体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果然是我们身体暖起来之后就会干爽啊，也完全不流汗了，脸色也好看很多，今天在听老师的课，暖流不断涌上心头，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原始点家人们啊也都跟我分享，还听到老师啊非常的关心我们啊，我们呢心里暖暖的，向老师汇报啊，我们呢啊都已经好了啊，从起初的预防到重病，我们没有一丝毫的退却和疑惑，也没有打算寻求其他方法和任何药物的念头，正确的面对啊，自信满满，既然无处可躲，也不介意正面的接招，借此机会呢亲身体验一下做给大家看。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大意，尽量做到不要中招，有人呢说不在乎，我提醒大家不要没事找事儿，一定要做好防护，万一中招的话付出的代价啊确实很大啊，就像体力会瞬间没有了体力，那没有了体力之后浑身是非常难过的啊，只有我们中过招的我们能体会得到啊，所以呢我们就提醒大家啊，也不能大意，我们是不惧怕，是因为我们有办法，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没事找事儿。还有后期的保健呢还需持续，直到疫情消散吧，只希望这么方便实用的方法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快速找回健康。我在重病期间并不是强忍痛苦牵强的在使用原始点方法，而是我知道原始点是最人性化的，在家自己就能搞定这一切，就可以快速恢复。关于这点我的亲朋好友中就有很多的案例可以比较说明啊，我有很多的亲朋好友中招之后不听劝告，先参与啊什么之前呢先抢药，
天价抢来的药物发现吃了并不管用，又错听了很多所谓的专家的错误指导，吃了很多种西药和中药啊，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一个多月了啊，还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好或者是发烧就去打针，自己也说啊，打针不好使。他跟我们也说打针不好使，那我就问他，那你们在最难过的时候，那他还是要去打针啊？我就问他，那为什么你知道明知道打针不好使，你也知道不好使，你跟我也说不好使，但是你为什么还去打呢？他们就告诉我，他说是为了保命，怕死掉，那不打不行啊，万一死了呢？啊，他们就这样说。哎呀，所以呀，我听着他们的回答哈，我都不知道是那种感受啊，不宜言表。这样的认知在今后的生活中怎么能过得好呢？啊，所以啊，我非常的为他们担心和忧虑啊，他们这认知上的错误太非常的可怕，所以呢，医疗啊是离我们民众是越来越远了，很多人都已经一个多月了，还在反反复复的，尝尽了各种酷刑，啊，就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啊，我劝他们，他们并不听的，啊，还在反反复复，反来覆去的发烧。他还是在这些酷刑的折磨下在过日子。跟原始点的方法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这里呢还有很多义工的成功案例，以后会陆续的向老师和家人们汇报。其实原始点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只要我们用就会成功的啊，也没有什么难的。这次我们阳过的义工啊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被感染了之后呢症状相比要少很多啊。我们都听说过被感染了之后呢会有种种很多种的酷刑伴随着啊，天天呢在痛苦当中啊度过。那我们呢相比较呢我们的症状就比较少，这个呢应该是得力于之前的预防啊，因为我们原始点人呢都是懂得预防的，也就在这之前我们可能都或多或少的呢啊喝一些姜汤，相互之间呢都把原始痛点都推开啊。我们在疫情开始要泛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开始这样的互相按推原始点了啊。只要发现身体里边有痛点，我们都要把它推开啊。每天我们都要全身按推一次的，连同的病患呢基本都让他全身没有痛点啊，曾经的病患我们也都提醒啊，按推全身的原始痛点，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没有体伤它就不会产生症状啊。所以浓姜汤洗眼喷鼻，只要我们口腔不热的时候我们就喷，出门再戴口罩，每天呢啊我们喝的姜汤啊可能量不多啊，但是呢我们非常的爱运动啊，这运动呢必不可少，睡觉的时候呢都是开电热毯的，适合多高的温度啊就调到多高的温度，提前做好了这些并不难，都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没有体伤就不会形成症状，所以我们也知道病毒很寒，它能快速消耗热能，产生体伤，形成症状的。
所以在防不胜防的情形下，万一中招发病啊，我们就重点补充外内热源。那外热源呢啊，这时候就显得更重要了。这时再按推原始点，就比不做预防的要容易很多。现在很多人描述的多种酷刑跟我们都擦肩而过了，愿更多人能早日醒悟自救。很简单，远离过度医疗伤害，在整个康复的过程中啊，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打针，没有吃任何药物，没有夹杂任何其他方法啊。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曾经呢病患或者是义工啊，都在自己家里，我们在之前就提醒大家早日做好防护，所以呢这些人呢都是这样做的啊，没有夹杂任何其他方法的，从来没有啊，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测体温的习惯，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发烧多少度啊，这些呢因为也不是重点啊，我们呢也不关心，所以呢也没测过体温，只知道一点，就是给自己补热补热再补热。所以从发烧到康复这三四天的时间呢，就是我只用了一斤多的干姜片，有机的干姜片啊，半斤红参。所谓我们做到了花最少的钱得到了最佳的效果，哎，方法就在眼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比较吧，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心里都有一杆秤，自己去衡量啊，哪个方法更有效。这几天我们原始点的家人们都在相互传递着一个心声，我代替大家说出来，谢谢老师牵挂我们，我们一定好好的以示正法。最后祝愿老师和所有的原始点家人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老师这段染疫康复后的分享就播到这里，我们请老师补充。我刚刚听完吉林志工季春兰的分享，我对于这些案情的叙述很相近，而且刚开始只是头湿漉漉的，后来受寒之后头也痛，眼睛也痛接下来就是关节也在痛，然后继之而起的就是全身无力，还有食欲不振，这一系列都来得很快，在几天内的变化。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感冒也好感染病毒也好还是会死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一进来如果你热能不足那除了有体香会产生症状以外，那会进一步消耗热能。那原始点都讲得很清楚，什么叫重病，当你一旦没体力的时候就是重病你看季春兰他之后吃不下，然后全身无力躺在床上这个很明显就已经是重病。那这时候重病的处理一定是以保命为主，那保命不是说一定要赶快去医院吊点滴赶快吃西药退烧药或是一些腹痛止泻的药，不是这样的概念。在原始点它是属自救之法就像季春兰他懂得原始点
他就一直开始加强热饮，因为既然是重病，不是以按推为主，是以热饮为主，那热饮有外内热饮，那只要懂得充分应用，一般保命是没问题的。那症状如果又比较严重，当你热能够的时候，体伤也会自己修复，所以如何让你感染了之后既可保命又可解症，这个原始点都有讲。那按推如果有家人会那就更好了，帮你按一按立刻可以解症，那如果没有光热能也是够的，只要补充得宜，体伤会慢慢修复。所以很多这一次感染的都可以，只要用的方法正确都可以化险为夷。那我之前也讲过我自己的经历，其实原始点如果真懂的人，他知道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复力，所以不是去医院给我们才可以有那个药才可以好的，其实人体本来就有。那在我看法，日常生活你只要懂得把我们身体的体力调动起来，热能补充足自然它就可以正常运作而达到自我修复，那症状也可以好所以懂原始点的人一旦遇到病情的时候遇到自己感染了是不会往外求的，他懂得赶紧在生活中有什么是温热的。那以原始点第一个想到当然就是姜，那姜的应用很多了，比如说中间也可以吃姜粉泥吃姜丸喝姜汤，然后如果严重的时候全身发冷甚至发烧怕冷，都可以涂姜粉泥啊。家人如果会帮你稍微涂一下，来回两三次身体就会软乎乎的那这样对于病情恢复会更快。那这一次季春兰也有提到，他那时候食欲不振的时候也就是没什么胃口，就吃粥，那粥各种粥他都有煮。那我上次也有推荐米炒姜甚至加一点参进去这样的粥非常非常舒服，喝进去我的个人感觉不输给那个参汤或是 单独的姜汤，然后又可以让胃有一种饱足感，然后成本又很低这是值得推荐，大家可以看我上次的影片。那当然啦得到再来治疗那就是晚了一步，如果能够预先预防是最好的。那预先怎么预防，就是我们说的尽量戴口罩然后大家在传染的时候听到消息尽量避免人群聚集的地方然后即便不得已出去回来还是要勤洗手这些能够躲的尽量躲，那万一还是得到，就是我说的与原始点这些方法是最简单，然后你懂的话一般原始点的人是不会害怕的，很从容的，很淡定，而且他知道大概多久会好，然后病情的转变他了然于胸现在虽然有什么症状，但我体力越来越好，我就已经确定了这一场病我已经赢了一半，虽然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症状，但心里很笃定知道只要再隔一段时间热能补得更足的时候，体伤自然就可以修复。所以一般学过原始点的人
他得到是，不会害怕，而且不但不会害怕，我们也看到很多哦，我们的志工，他不止自己得到，家人也全部得到了，哦，他一个人就开始帮家人一一解围，所以这一次也是对原始点的一个大试验，因为全球各地都有疫情，那这几年来，我听到用原始点而很快恢复的大有人在所以奉劝各位啦，生病的时候再来找药就已经晚了一步了，最好还是一开始就听听原始点，可以上网看我们的原始点。然后懂得养生保健的概念比如平常要多运动、多锻炼那如果万一得到在重病处理那一篇也告诉各位用各种方法，甚至有一些人肚子痛腹痛，或是大便不顺畅这个都可以，甚至可以用姜灌肠就可以解决，所以不止可以从嘴巴喝进去姜也可以从肛门进去，非常方便，而且这些都是热源直达体腔的概念我记得上一次也有我们志工分享，就是他平常保养，他就知道要多吃姜本梨，然后又每天都一大碗在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看他体质也是脱胎换骨。听说这一次大家都在感染中，他还帮助一些患者，甚至到医院去帮忙。他说他都不戴口罩，竟然也没有感染到。所以只要你热能够，没有体伤，确实是可以做到。预防疾病，那这个在中医也有提嘛，正气足则邪不可干嘛，一样，正气足就是你体力锻炼得很好，没有体伤热能足是不会感染的，即便感染了也没有症状，就好像这一次很多人检测是阳的但是他没有症状这个就是很鲜明的例子。那原始点是可以的做到这样，所以即便症状有百千万种，不管你感染病毒或感冒，都有百千万种，但通通不离体伤及热能不足。只要你懂得从这两方面去保养，即便到重病，你都可以从容。淡定的把它解围，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所以这里也做一下补充。那我相信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感染了，之后还会有陆陆续续一些案例，他们来分享。但这些分享的过程中都蛮精彩的。但我还是我今天讲的，它不离体伤及热能不足。那如果轻微的体伤，按推一下就好了。那一般以我的经验，这一次感染的经验，很快你就没有体力了，甚至你吃不下、暴瘦我甚至还有腹泻、发烧这些。那你只要懂得温敷，像我也是头部一直24小时都温敷我也是用刚开始用2个电毯，然后身体也温敷，这样下来。病情就马上稳定下来，即便中间那些症状还不断出现，但我知道我体力只要保持住，不会有事的。好，那这里我相信对于各位，不只是疫情怎么来保养身体？以后我们面临到的比如生老病死，一定会生病以后老了。一些慢性疾病如果你没有保养，就会找上门来。
那如果懂得保养，我相信这些疾病还没有来，你已经都无形中都已经化解了，这才是最上上策。那这一部分原始点的书都有写，平常影片里面重点也都有强调，甚至解说。好，我今天就补充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老师的补充，那我们现在就请老师开始讲经络穴位、阿是穴、原始痛点。老师，请您开始。好，我们今天就上一堂讲原始点讲完之后，紧接着我们今天的题目，刚刚如主持人所说的，那我们现在进行吧。九，经络穴位阿是穴原始痛点。经络学说是中医外治法的理论基础，更是临床针灸穴位的诊疗依据，200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是有效的，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更传播到世界各地，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异于经络穴位思维的阿是穴与原始痛点，而它们是否有可能弥补经络穴位的不足，甚至突破中医旧有的格局，使医学的诊疗体系更趋完善呢？我们来看第一段。好，这里开始就先介绍经络学说。经络学说的介绍应该是从《黄帝内经》就开始来谈。那经络学说是外治法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那外治法我们知道，中医有三大疗法，一针、二灸、三用药。那针跟灸都属于外治法。那外治法的理论基础当然就是以经络学说为主啦。那你在临床上利用针灸穴位的时候，那经络学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诊断跟治疗的依据，所以简单的讲，它外治法的诊疗体系，在经络学说里面是一个最为重要。那我们前面也有讲过，如果是内治法，它的诊疗体系又跟外治法不一样，比如说内治法它是三用药。中用药的时候，它的诊疗体系就是四诊心法，利用四诊心法来分辨，辨证论治，所以中医它的诊疗体系有两套，可分为外治法跟内治法。那外治法简单讲就是以经络学说为主。好，那这个从《黄帝内经》到现在，这样算下来也有2000多年了，实践证明，也是有确定有效的。那这个对，中医的发展，对人类的贡献确实是重大的。那这一部分也慢慢从中医，然后发源地，然后慢慢流传到世界各地去。在外治法上，它因为解症的速度快，所以对人类的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那在这200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跟经络学说最为不同的，那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孙思邈提出的阿是穴。那后面阿是穴我们会介绍。
那另外再从阿斯谢1000多年之后到了现代，那我最重要又出现了一个叫做原始点、原始痛点。啊，这阿斯谢也好或原始痛点也好，他的思维体系跟原来的经络学说的思维体系是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在这样不同的情况下，到底它对经络穴位可以起到什么补足的功效呢？如果它的疗效是跟经络穴位一样的话，那阿斯谢就没有意义了，那当然原始痛点也就没有必要再这样制成一个体系，也就不必要。那他们之所以会出现，一定有他们的作用。那这些作用是否可以突破中医旧有的格局，使医学的诊疗体系更趋完善呢？我们前面有说过了，经络学说它本来就是外治法的一套，算是完善的诊疗体系。那阿斯谢也好或原始痛点也好，对这个诊疗体系有没有更帮助呢？那这就是第一段，我们补充说明到这里。那我们继续来看经络穴位。经络穴位的不足，早在唐朝时的药王孙思邈就注意到了。有一次他用14经络穴位治疗一患者的腿痛，经半月无效。于是他尝试避开患处，一分一寸地在其病腿上掐拭，另寻经络外的压痛点，然后下针方才见效。但次日痛点位置却变了，相传是在7天中变换了5个位置才告治愈。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络穴位的不足，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孙思邈为什么要去研发阿斯谢的原因。那这个因缘是这样的，有一次他遇到一位患者，他腿痛，那很自然的腿痛，如果以原始点来看，那痛多属他处体伤嘛，所以一定要找开关。但是问题，他用14经络穴位的开关去治疗，结果经半个月却一点效果也没有。那我们说一位伟大的医学家，他跟其他的一般的医师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一直维持着旧有的思维，他一定会想去改变他，他会进一步想为什么书上是这么写的，但临床上又不能做出来呢？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开始尝试着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来看下一页。这时候他就开始从患者腿上也就是避开患处，然后一点一滴的往上按压。那按压它不是在以经络学说为主了，也就是他抛开了14经络那个路线，然后也不在乎穴位有没有穴位，然后他掐拭的就是在找压痛点。那他当他压到的找到的时候，就从压痛点的位置下针，这时候就有效果，那腿痛就改善了。那次日患者又来的时候，可见患者虽然当下有改善，但我相信回去他应该是又痛起来了，所以他隔日又来治疗。
那治疗的时候，他在帮他找压痛点的时候，啊，这时候压痛点跟昨天的位置又变了。那这样的情况在七天中变换了五个位置，哦，那当然这五个位置都被他找到了，哦，最后才告知愈。哦，我们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段的叙述本身就已经隐含着诊断跟治疗的体系在里面，啊，比如说他避开患处，然后往上掐拭，在掐拭找压痛点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诊断。我相信孙思邈的思维一定认为那个压痛点，也就是患者没有感觉，但被他找到的这个压痛点就是一个治病的开关，所以他才会找到之后然后针刺这个穴位，诶，结果患者就改善了。那很明显他的思维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患者没有感觉的痛，然后他只要找得到的那个位置应该就是开关，就能解症的开关。结果他在这七天中也发现了这样的诊疗体系，每次都要找，而且这个因为位置会变，所以他在七天中找到五处的地方来治疗这患者的腿痛，啊，这样总算才告治愈。那从这一段的经历也可以感觉得到，孙思邈已经有一套他的诊疗体系了，只是当然这个看起来蛮简单的，也不复杂，但是就是我们后面讲的，每一次要诊断找压痛点的时候，这个确实有一点困难，唯一一点是这样，要不然整个诊疗体系初步这样来看还算蛮简单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他下一段怎么叙述。阿是穴即是因压痛而得名，孙思邈认为它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由此看来，阿是穴疗效之所以更胜经络穴位，显然阿是穴必有不同于经络穴位之处。此即阿是穴属患处外的压痛点，且不被固定位置所限，并通过双方互动才确立。这与经络穴位的位置固定、单方推断，且无需确认是否为压痛点正好相反。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那我们前面讲的他就是在找压痛点，而压下去很痛，患者会啊一声，所以他就把它称为阿是穴，也是因为这样，然后他经历了七天把患者的腿痛治好，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认为，这个阿是穴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孙思邈他用十四经络穴位治疗患者的腿痛，他两个礼拜都没有效，然后他用他的另外创新的诊疗体系，只需要一个礼拜就能够把患者的腿痛解决。所以从这样的结论来看，孙思邈当然认为阿是穴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那这样我们来推断，阿是穴疗效会更胜于经络穴位，一定阿是穴有不同于那个经络穴位之处，也就是它一定有不同的操作，诊断跟治疗的体系一定都有不同的。好，那最大的不同就是阿是穴它属患处外的压痛点，那这个压痛点要找，然后压的时候患者要告诉他，所以他那个位置
没有固定，不像穴位它是固定的，而且你压了会不会痛，一定要问患者，所以也是通过双方互动才能成立。哦，这一点跟哦我们的一般的穴位，哦，它已经就是固定在那个位置了，哦，那只要你找得到那个位置，你不要问患者这一处会不会痛，哦，要不要压一压，哦，中医针刺穴位是不必要的，哦，所以我们看下一页。所以这以经络穴位的位置固定，然后单方推断，他也不需要问患者会不会痛，所以他 单方面 就已经 下了结论了，哦，他也，哦，无需，哦，确认这个一般的穴位有没有压痛的感觉，也不需要，哦，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都在显示，这以我们的经络穴位的诊疗是完全不同的体系。所以我们说在经络发展的过程中，这个诊疗体系第一次完全出现不一样的，完全是一个创新的，那就是孙思邈他大胆的提出这样的看法出来，这对中医当然是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创新，也是一个颠覆吧，这后面我们会讲。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从阿是穴的发现来推断，经络穴位也是古人在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位置，但如认为其背后有真实的循行路线，纵横交错，周遍全身，然后循经而取固定穴位，那就形同刻舟求剑了。阿是穴正是突破了这种思维，其意义就如同原始点医学的压痛点，不但是代表疾病的体伤位置，而且也是治病的重要开关，所以效验胜过经络穴位，既可说是对经络的发展，也可说是对经络的颠覆。阿是穴这种跳脱经络的创新思维，在原始点的应用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以手臂为例，经络是由手三阴、手三阳六条贯穿分管，原始点则是由肩部、肘部两处涵盖整条手臂，完全不需要区分路线。换言之，原始点的作用模式与经络的单线式传导不同，它是立体式成片区的，如石投于水，水波必向外全面扩散，而非单线进行。因此针刺穴位既不需循行路线的假定，也就不存在循经取穴的问题。好，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从阿是穴来推断，经络穴位也是古人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位置，因为阿是穴它也是找压痛点的位置，那同样经络穴位也是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一定是从临床中归纳出来的，他不可能想出来的，那当然后人常常会有穿凿附会，一直认为，这个经络穴位，很有科学，为什么？它有14条，14条里面又含有很多的穴位，而且整个循循啊，都可以讲得那么清楚，然后它可以涵盖过全身，所以你只要循着这个经络的穴位，然后看它可以这个穴位跟经络往哪个方向去，那里有痛处的话就可以，你只要针穴位就可以达到循经取穴的问题。但是
问题后人就进一步把它归纳，哎，这个位置是不是哦？因为哦太复杂，那如果没有一个神通的话，怎么能够看到体内有这么复杂的哦14条经络呢？还有那么多的穴位呢？所以很多人穿凿附会，就说啊、这也许可能是有一些修行人啊、然后他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在定中哦就可以看到我们内体啊、然后有这样的循行的规律。我常常听这样的说法，但很显然，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啊、像压痛点的那个位置，如同那个孙思邈讲的，阿是穴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而这些修行人怎么又没有发现呢？还有更简单的原始点，它只要一条脊椎还有七处就可以解决全身的问题咯。那为什么这么大的开关这些修行人反而在定中没有看见呢？所以也说不通的。所以我说很多后人就会把它、穿凿附会，然后以为这个经络穴位就是真实不虚的，然后就很刻板的、就以为照着书本上这样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那很显然，如果你这样想，孙思邈是失败的。可见经络这一套诊疗体系是有必要改进的。比如说我当时候考上中医师的时候，然后理论上也都读得蛮熟的，黄帝内经那是必考的嘛。但是真正应用在临床的时候，又常常感觉诶奇怪，好像没有那么好用。所以就又花钱去跟人家学针灸，临床的针灸穴位，然后这样在临床上才可以有一些效果出来。那如果是这样，那这样循经取穴确实是有问题的。要不然我们从书本上就照着书本循经取穴就好了，但是很明显孙思邈也失败了。所以这么看来，不要把它，也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啊，不能全然相信啊。因为医学是要解决疾病不是就是理论写得很好但却做不出来，这样的理论也是对医学没有帮助的，而且又复杂。那后人再加上穿凿附会，给他很多神秘的袈裟，然后还有一些科学家就甚至在穴位上用一些科学仪器去测试那些穴位。如果科学仪器能测试到，那压痛点这么大的开关怎么会测试不到呢？那如果经络穴位是真的有这样脉络可循，为什么这14条最后原始点只要有一条，然后七处就可以完全取代呢？所以从这些种种来看，这些穿凿附会的，大家也就不要太听听就好，但也不要全然相信。那如果你照书本上这样做，常常是做不出来。所以我说就好像形同刻舟求剑了。那我们来看阿是穴，下一页。那阿是穴就是突破了这种刻板的思维那它的意义呢，就如同我们原始点医学找出的压痛点。因为这个压痛点我们前面在诊断与治疗那里都讲得很清楚，这个压痛点它是代表体香的位置。体香的位置这里就是疾病之因，我们说
疾病之因就是体香的位置。然后这个位置既然是体香位置，当然疾病之因就是开关咯、所以也是治病的重要开关。那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个阿是穴就如同原始点的压痛点。那 原始点的压痛点当然有分大开关小开关，如果它的位置是在原始点位置上，那它的效果就更好了、这个那如果离开了原始点位置，那这个压痛点就变成小开关。所以从这里当然已经点出一点了，阿是穴跟压痛点其实它的思维在这一点上是交集的，是有共同之处。但不同的是，原始点医学又进一步的知道压痛点如果在原始点位置，也就是总开关，那它的效果就更好，它管理的范围就更大。那如果离开了原始点位置，它还是一个开关啊。那我们说像遇到硬结肿块肿瘤，你除了要按推大开关以外，那在肿瘤周围硬结肿块周围，你还是要去找患处周围的压痛点再来处理，那这样效果就会凸显出来。那这样看来，这个阿是穴到底是大开关呢还是小开关呢？孙思邈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分到那么细的，因为他也没有找出疾病的起源处，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条脊椎及七处。那他纯然就是在每次遇到患者他都要重新再找一次。那找到的也可能是在患处周围啊，那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大开关啊。甚至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手腕痛。手腕痛当然开关是在手肘。那手肘肩部原始点往上就是肩部原始点。有时候我们按肩部原始点它也会痛啊。还是有压痛点啊，这个我临床上常常遇到。那只是说手肘的压痛点按推他手腕的效果会最好，因为离患处最近。前面我们在谈原始点也有讲，那个原始点相对应的压痛点它是最有效。那你距离患处越远，它的疗效就越来越减，直至消失。前面就有这样的说法。那很显然肩部的阿是穴也就压痛点当然对手腕还是有效，只是它的效果跟肘部原始点的压痛点比起来就效果差了一些了。可见我们全身的压痛点是有很多处的。那只是当时候孙思邈有了这样的思维，但他没有进一步再把这些问题都理清，因为他能找得到就已经很了不起的。那原始点你看要最后归纳成一条脊椎及七处，光这一个工程就足足花了5年啦。5年才最后才确定人体它只要有一条脊椎及七处，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再去找压痛点，那个相对应的压痛点对于病症来讲那个解决速度就更快了。所以好，我们就这样来看这个压痛点跟阿是穴的相似之处。也不要分大开关小开关，反正这些开关都是解症的重要开关啦。那这样它已经代表是一个治病的重要开关。这也就是孙思邈为什么非常强调阿是穴比14经络的穴位更为有效，所以效验胜过经络穴位。那这样他对于经络穴位
有什么贡献呢？当然是非常大的贡献。第一个，它的诊疗体系跳脱出原来既有的那个思维了，所以它是对经络的发展非常有贡献。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也是对经络的颠覆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那阿斯谢跳脱经络穴位这种创新的思维，在原始点来看也可以得到印证。那我们来看我们就举手臂来讲，手臂如果以经络穴位，它光经络，先谈经络它是由手三阴、手三阳也就是手背部，我们称为手三阳，那内侧称为手三阴，各有三条，那加起来就六条。那但是这六条如果是真实不虚的，那为什么原始点它的开关，也就是肩部原始点跟肘部两处，就可以涵盖整条手臂呢？而且完全不需要区分路线了，然后效果又好。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阿斯谢为什么说他在经络穴位以外找出的阿斯谢效果比十四经络穴位更为有效，这又是一个佐证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那我们再换一个说法原始点进一步它的作用，从作用来看，我们知道原始点它的作用模式，它绝对不是像经络只是单线的一条一条的十四条那种单线式的传导，它不是这样就像我们刚刚讲肘部原始点，你一按整个下臂这个手肘以下到手腕下整个都有管道，它是立体的。肩部原始点也是一按从肩到肘这整个上臂它全部管理到，那就很明显了，它是立体式，它的传导的作用非单线进行。所以我们这里就举一个例子，那原始点就好像石头投于水，那水波呢它会循着那个石头丢下去，然后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所以我们说水波必向外全面扩散，它是立体式的，所以而非单线进行，这样已经足以说明了，这个才合理。怎么会你刺激了好像就循着当时候经络学说的规划，然后它的影响力就在这个线上这样子在传导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就可以看出针刺穴位它其实是有问题的，也就是针刺穴位它如果假设有循行的路线，那我们就在这里面循经取穴来达到解症，那这个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个有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这样，孙思邈为什么治疗一个患者的腿痛半个月还处理不好呢？他就是循经取穴所以我们把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厘清了，那也可以厘清为什么孙思邈为什么会说经络穴位比十四经络的穴位更有效呢？而他的诊疗体系确确实实已经跟经络学说的诊疗体系也就是外治法已经不一样，这是很在我看法算是很对外中医的外治法很大的贡献只是可惜你看从《黄帝内经》到唐朝已经经过1000多年了，那中间好像大家也没有提出什么比较突破性的创建
啊，直到孙思邈有了这样的思维，但他提出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回响，然后他的学说就这样又沉寂了1000多年，啊，直到原始点的出现，又掀起了啊一阵啊就是一阵的探讨，啊，对经络学说的开始，啊，有一些探讨，不同的声音就出来。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段，到底原始痛点跟阿是穴经络穴位他们之间的关联是怎么样？那么原始痛点继阿是穴之后又有什么新贡献呢？这可以从它与经络穴位及阿是穴的四种比较中得到答案。第一，三者都是代表位置，但在分布上，原始点只分成一条脊椎及七处，至为简要。经络则分成12正经、任督二脉及络脉等。在这些经络路线上分布着300-400个穴位，阿是穴则无固定分布范围。第二，三者皆可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但在处理上，原始痛点是通过按推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因位置仅有一条脊椎及七处，所以简单易学。经络穴位是通过经络理论以决定针刺穴位，因穴位繁多，分布于不同经络，以致配穴不易，难有标准，所以复杂难学。阿是穴是通过针刺患处外的压痛点，因压痛点的位置不定，又无固定分布范围可循，所以难以应用。第三，原始点的压痛点需避开患处，经按推确认，双方互动才能成立，但因它位于原始点，所以疗效更为显著。这类似于阿是穴而不同于经络穴位，也因它位于原始点，所以有固定分布范围可循。此则类似于经络穴位，而不同于阿是穴。原始痛点的这些特性，不但解决了经络穴位繁多，以致配穴不一、疗效不定的问题，同时也突破了阿是穴似大海捞针，以致千年来无法应用于临床的困境。第四，找出原始痛点按推，不仅可达到治已病或治未病的医疗目的，还可达到分辨已病或未病体伤位置的诊断目的，使诊断与治疗可以融合为一，一步到位。如此诊疗既不曾闻也不曾见，并非只能治已病的阿是穴及经络穴位所可比拟。所以原始痛点的发现非但为中医，也为全球医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好，我们来就原始痛点跟阿是穴及经络穴位的比较。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原始痛点继阿是穴之后又有什么新贡献呢？那他要说它的贡献，那就要比较咯。那跟经络穴位阿是穴的四种比较就可以得到答案。那我们来看哪四种。从第一点上，三者他们都是代表位置，
前面已经说过了，从位置上去分胜负的，那位置是最重要的。那这也是我们在谈手法的时候就有说，你要解症治疗疾病的话，首重位置，其次才是技巧。也就是说，位置就找对跟找错就已经决定胜负了。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开关，治病的开关。所以外治法最重要的是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我说的循经取穴无效的时候，孙思邈他就发明了阿是穴然后也是在找位置。那我读了《黄帝内经》，当时我考过中医师的时候，我临床上还是做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再去补习。那补习这些老师教我们怎么找位置效果才会出来。也就找什么病应该找什么穴位来配穴才会有效。所以它一定是还是位置。所以从三者来看，位置最为重要。也当然从治疗上也是位置就决定胜负了。好，那我们来看位置。在分布上，原始点全身只分成一条脊椎及七处。也就是一条脊椎及七处，它就可以涵盖整个身体的范围了。所以非常简单扼要。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经络它就不是这样。经络它有十二正经然后还有任督二脉，甚至在接续的，在这些正经还有分叉出来的，我们称为络脉。那么在这复杂的经络路线上，它更复杂了，因为在这里有三四百个穴位。哇，这个所以在学习上确实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那阿是穴是最为简单的啦，它连一条比原始点还要简单，因为怎么样，它也没有一条脊椎及七处没有固定分布范围所以看起来是最简单，但因为简单到不行，所以操作上就有一点困难，每次都要找。好，从三者就是位置的分布上，理论诊疗体系最简单的是阿是穴，其次是原始点，最为复杂的就是经络了应该是这样说。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的比较。好，这些位置都可以解除他处体相求治之病症也就是这三者的位置都有具备这样的作用功效。那但在处理上他们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原始痛点，它要通过按推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才能够有效。那原始点位置我们说的就是一条脊椎及七处，那一条脊椎大家都知道很容易找比如脊椎没有人不知道它长在哪里那七处呢就是头一处，手三处，脚三处，这样就七处了。所以非常容易学简单易学。那我们再来看经络穴位经络穴位它的诊疗体系一定是通过经络理论来决定针刺的位置，也就是针刺穴位。那因为穴位太多了，三四百个很多，然后又分布于不同经络，所以造成配穴不易。而因为配穴不容易，也不容易有固定的标准所以复杂难学。这也是造成为什么假设我们一个手腕痛，你去三家中医诊所
针灸，所有的穴位是不是都一样呢？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它没有一套标准可言了、啊。那循经取穴又没有办法发挥它的疗效出来，啊，那大家就有不一样的思维。即便大家都从《黄帝内经》啊，把经络学说背得很熟，但实际在应用上确实各有方法，所以难有标准。所以你要学习真的很复杂，非常难学。然后在临床上穴位那么多，你要从中从三四百个穴位中取到最有效的来对治病症，真的很难啊。这就是很多读书很会读书的人，经络学说虽然很复杂，穴位也很多，他都可以背得起来，但一旦面临到临床，他又不一定做得出来，也就是这样的情景。那我们来看阿是穴就比较简单啦，他就第一个避开患处，然后找压痛点，然后找到之后就针刺这个阿是穴的位置。但因为压痛点的位置就如同孙思邈讲的，它会变换，那每一次 你都要找，又没有固定分布范围可循啊，所以就变得很难以应用。即便它是创新的，但因为难以应用，结果即便这样好的诊疗方法被提出来了，但是后继也无人，因为它不足以把经络穴位完全推翻掉，它没有办法完全颠覆掉。如果说它可以补足它的不足，但因为难以应用，很多医师就不用，这个非常可惜。那我也是，我临床上当时候也不会想到用孙思邈的阿是穴，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腿痛，那你要到处按，到底压痛点在哪里？孙思邈也没有讲，也可能在腿上，是不是？也可能在手上，也可能在身体上，都没有讲。那这个一找下来，很可能几一两个小时，说不定都找不到，也有可能啊。这个是对很多临床医师的一个考验，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就很少人再去应用这个阿是穴了。好，这是三者的比较。简单的讲，里面最好找又最简单的，很显然就是原始痛点。那经络穴位是最为复杂，但是还是可以发挥一定的疗效出来。那阿是穴虽然它的效果是比经络穴位更好，问题它很难找，所以临床上反而不被应用。好，那我们再来看下第三点。那原始痛点我们来介绍原始痛点。原始痛点就是原始点的压痛点，也就是在原始点位置找到的压痛点，它一定需避开患处，也不能在患处按的。然后经按推确认，也就按压，然后患者确定这一点特别痛这样才可以所以它也是双方互动，而这一点上跟阿是穴非常雷同。但是它有一点不同于阿是穴的是，因为它位于原始点位置。那我们说原始点位置它是疾病起源处，也是治病的总开关嘛它离患处最近，所以它的疗效最为有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然后压痛点如果在原始点位置，它涵盖的范围就可以显现出来，它
就会有一个立体式的涵盖范围出来。好，那这个范围如果你应用在原始点位置上，它确实可以治疗很多病，比如你膝盖痛、脚踝痛，你只要找到大开关一按，膝盖跟脚踝都可以同时好，甚至你大腿又酸痛也可以同时好，它涵盖范围很大。前面在诊断与治疗我们都有讲，但如果你离开了原始点，你膝盖痛，你去膝盖周围找压痛点，即使你找得到了。即使找得到，你那个压痛点也只能治疗膝盖啊。那脚踝你又要去找脚踝的压痛点啊，周围的压痛点，那不是很累吗？所以大开关跟小开关它的疗效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在诊断与治疗就介绍的非常详尽。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但因它位于原始点，所以疗效更为有显著，更为显著就是比阿是泻更为显著了。简单的讲，阿是泻它的疗效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但原始点的位置的压痛点又比阿是泻的疗效更为显著。那表示这里很显然，因为它大开关，前面我们原因也讲过，所以可见我几乎就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以疗效来看，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胜过经络穴位，那胜过阿是泻，也就是胜过孙思邈的这个诊疗体系阿是泻。但以孙思邈来讲，阿是泻的诊疗体系发挥出来的疗效又胜过于经络穴位。很显然这样一比较以疗效来看，那当然原始点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从这一个疗效来看，它更接近于阿是泻，而且从双方互动来确认这一点上，它确实类似于阿是泻，而这些都不同于经络穴位。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也因为它位于原始点，所以它又跟阿是泻不一样，因为怎么样，它位于原始点上，所以就有了固定分布范围可以寻找。那阿是泻是没有办法，它位置不固定啊，也没有固定分布范围啊，所以它难以应用啊。原始点这一点刚好跟阿是泻完全相反，反而这一点上就跟经络穴位比较一致，都有固定的范围可以去寻找，所以前面也是因为它位于原始点，从疗效来看，它类似于阿是泻而不同于经络穴位，那这里也是因为位于原始点，从位置来讲，它有固定分布范围可行，而这一点从位置来讲，它又比较类似于经络穴位，而不同于阿是泻。好，我们再看下面。所以原始痛点的特性，有了这些特性，刚好就可以解决怎么样？经络穴位繁多，以致配穴不一、疗效不定的问题。就是有些人扎了有效，有些人扎了因为位置的不同，有些人扎了就没效。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反正你在原始点涵盖的范围去找压痛点，这一个范围内的他处体伤都可以立刻解决。同时也突破了阿是泻是大海捞针以致后来千年来无法应用在临床的困境，也可以解决它了，因为它的位置都固定，而且它的位置就在一条脊椎脊椎处，
你只要找到相对应就可以解决。我们前面也说了，它的找法非常简单。七术怎么找？你手指头痛，往上就是手背部；你手背以上，我照手肘往上找，就是肘部原始点。同样，肘部到肩部，你这个范围，你只要找肩部原始点，就可以涵盖过。哦，其一脚也是类如同这样。那所以它根本不需要记，然后又有固定分布范围，又简单，所以依着解决了经络穴位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阿是穴难以应用的困境。哦，这把哦经络穴位还有阿是穴这些问题一并都解决了，也就是原始痛点。在第三点上已经把这个、哦、特性把它讲出来了。好，那对第四点，它又跟经络穴位有什么不一样？对我们的医学的发展又是怎样呢？从第四点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好、哦、因为找出原始痛点按推，就是在原始点位置里面，你去找到压痛点，然后从压痛点按推，不仅可达到治已病或治未病的医疗目的，还可达到分辨已病或未病体相位置的诊断目的。这个在诊断与治疗都已经讲，如果你没有病，你去找压痛点按推，那他没有病，既有压痛点就是体相位置，疾病的体相位置你把它解决了，那疾病就可以消弭于无形嘛，所以可以达到治未病。那同样已病，那就如同前面介绍，你在相对应按推原始痛点、哦、就可以解决它、哦、所以它可以治已病也可以治未病。然后还有一点，如果按推像疾病按推没有效，那你就知道，哎，这个没有立即改善，就知道这个是患处体相。啊，如果有效，就是他处体相。那胃病呢？你没有病，你只要在这个位置找到压痛点，那个就是疾病之因嘛，体相位置嘛。哦，所以不管已病或胃病，你都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所以他在按推原始痛点的这个过程中，已经具有治已病治未病的医疗目的，也可以达到、哦、分辨已病或未病体相位置的诊断目的。就在这个动作上，它已经使诊断跟治疗可以完全融合为一，一步到位。我每次讲到这里、哦、都有感触很深、啊、就是我们的医学它的诊断跟治疗是分开的。好、哦、像西医你诊断的时候，他一定要用仪器把你全身检查过一遍。那检查了一遍很耗时啊，有时候要好几天啊。那诊断出来了，然后再经过医师的研判，然后再治疗，哦，有时候又要花一些时间。所以他常常是分开，而且耗时又耗钱。浪费太多资源，这个医学又搞得太复杂了、哦、所以诊断跟治疗在西医的发展下又把诊断跟治疗复杂化了，比中医还要复杂、哦、那 中医我们说的、哦、在外治法的诊疗体系是以那个经络学说了，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体啊，很难了、啊。按了知道他的体相位置在哪里，是不可能做到的。何况这些西医也好，哦，中医也好，他们的诊疗体系都只能治一病，目前还没有达到治未病的目的，还没有办法。从医疗的角度，我们前面医疗与保健也有介绍过，即便中医宣称哦治未病。有治未病这一个名称，上工治未病，但是他们是以保健的
角度去发展，也不是医疗，要不然你医疗你怎么知道他病在哪里啊？即将要病的位置在哪里？他没办法诊断出来。好，那所以从这一个体系来看，把诊断跟治疗完全融合在一起，然后你一个按推就可以完全明了，也只有原始点才有办法。所以我们下面就讲了，我们看下一页。如此诊疗啊，既不成文也不成见。这种诊疗简单讲就是空前啊。我相信可能除了原始点，以后的发展能不能这样把诊疗合一，我可能认为除了原始点之外也很难再发展出来。那所以他这样的诊疗体系并非只能治已病的阿是泻及经络穴位所可比拟，也就跟阿是泻跟经络穴位比较，哇，那真的是不能相比啊。因为他只能治已病啊，胃病也谈不上，而且进一步讲他也没有诊断的功能，在按推的过程中也没有这样。所以我们这里就最后就做一个结论，所以原始痛点的发现它已经不是只有为中医的。中医它的诊疗体系也是蛮复杂，我们说的，然后西医更复杂，所以如果从这个诊疗体系来看，它已经不只是在中医的部分，也不只是在西医，即便以后的任何新兴的医学在发展，他已经都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了。这是原始点对全球医学的贡献。我相信如果大家在临床实作上用的原始点，那这个情形就可以感受到。那为什么很多病人来，你看他说，哎呀，我坐骨神经痛，如果西医可能要照脊椎哦，照腰椎是不是有压迫啊，有没有长骨刺啊，椎间盘有没有突出滑位啊，这些他们会去检查，然后照出来又要判读，然后治疗也未必一定有效。那原始点不是听完之后，你腿痛，如果是从那个臀横纹以下酸下去，那明显嘛，就从臀部原始点按一按就可以解症了。听完马上知道答案，知道答案马上按推就可以马上立即解症。你想，还有这种比这种医学更简便，然后更省时，不浪费资源，然后光按推就能解决的吗？也不需要手术就能够把这样的疾病立刻化解了。所以原始点它的贡献确实是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以后的医学不可能再离开原始点了，因为它的诊疗体系又简单又有效。除非啦，你不想把它简化，而想把它复杂化，然后把它商业化，然后想赚大钱，那个我就不敢讲。那如果站在病人的立场，当然是越简单越好，越省时越不浪费金钱，那又能解决疾病的医学就是最好。那原始点它是人性化也是生活化的，而且它也是最为自然的，所以我相信它将来的发展我是很乐观的。好，那我们从原始点介绍到这经络穴位啦，阿是泻还有原始痛点的比较，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不会再问我说那原始点按推原始点跟经络穴位有什么不一样啊。我想应该就不会问这些话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好，
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好，大家再见。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